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他在半个小时之内到达庆典现场。好，孙翔，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有事。 就会练这个龙抬头，我会练成的。这不过就是个招式而已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要用龙抬头打败叶秋。叶秋，他现在连成为你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想想，你打败他又能怎么样？我要他们知道，一叶知秋是我的，一叶知秋本来就是你的呀。 当然，一叶知秋可以是你的，也可以不是你的。关键不在于你能不能打得出龙抬头，而是在于我。明白了吗？在家世，不仅仅要会打荣耀，还要懂我的游戏规则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向我证明。 你配得上一叶知秋。说完了吗？可以走了吧？20分钟之后，我要在庆典上看到你。